大家好啊！哎呀，台湾人呢，最新有一个社论啊，叫什么？叫习大大将兵败南海。我读完以后非常有趣啊，给大家分享一下。这台湾人对这个中美在南海的冲突啊，现在非常渴望啊，有一种渴望。我觉得这个很危险啊。那咱们先读一读，作者叫杭东啊。那文章开头啊，是说，看来呀，美及盟邦合作的策略将以南海作为施压中共的重点，其运用啊，军事、外交、法律战啊，师出有名，以及击溃中共盘踞的非法岛礁。那中共盘踞非法岛礁，你台湾那不是非法的吗？是不是？南海的那个判决书上，你们台湾那个岛礁不也是非法的吗？对吧？所以啊，台湾人有时候你可以看啊，他们这个逻辑啊，他就是说自己和啊中国要分开，但实际上最后啊，国际上把台湾和中国啊画着一个等号，你们都叫中国啊，你现在还没改国名呢嘛，对吧？那太平岛不也是你们占着的吗？是吧？他说，一举击溃中共盘踞的非法岛礁啊，必能引发啊以兵崩解的习大大核心内部斗争以及民心思变的浪潮，重蹈苏联瓦解之路。你可以看看啊，台湾人现在一直是想什么？哎，想瓦解中国，想让中国崩溃，想让中国啊分崩离析。也就是说啊，说白了，和平演变。我觉得这个开篇啊，已经把这个台湾人的目的已经说得很清楚。所以咱们呢，每次把台湾当同胞啊，把它当成同胞，他一直想让你分崩离析，让你自己啊，像苏联一样，像苏联解体以后的俄国一样，是不是？最后进入那种地狱般的生活，对吧？俄罗斯整个在世界上就变第三世界了。所以他希望中国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那些天天吵吵啊，两岸一家亲，是不是啊？要跟台湾人一样，要跟台湾学民主。台湾对你是真心那么好吗？你自己想一想啊。这个社论说的已经很清楚了。那自美国国务院蓬佩奥啊13号起啊，发表全面否定大陆南海主权声索主张的声明后，美国航母打击群即进入南海，军机也不断进行侦察，向 E-8C 在搜集地面雷达系统数据，并将进行电磁压制。首先，我说这个 E-8C 啊，它不能进行电磁压制，哈哈，你这军事常识得知道啊，是不是？台湾小朋友，是不是？你想的挺好。E-8C 啊，它没在南海征集，它在哪儿？在东沙啊，在中国的外围。为什么在那儿搜集材料啊？搜集信息啊？明白了吧？有料，那个地方有料了啊！那些料到底是想干嘛？台湾人自己想一想啊。蓬佩奥啊，又附在15日的记者会上重申，美国将与东约啊，也就是说，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站在同一阵线，全力支持与菲律宾已获默契，连中共官媒《环球时报》也啊，认南海将是引爆中美战火地区。而外界也多认为啊，中美诸多手段已越来越强硬啊，中共自己认识到美国拼到底的决心。专家更指啊，美对南海的策略是只赢不输。这话意思啊，就是说中美在这个地区啊，会手段越来越强硬，在这个南海啊，会擦出火花，甚至直接会点燃这个炸药桶。这是台湾人认为的啊，台湾人也认为啊，那台湾人非常高兴啊，认为这个中美可以掐架了，我们可以坐在那儿看热闹了。这我一直希望啊，台湾人一直抱有这种幻想，挺好的，对吧？就中美两个大象打架，然后互相把自己啊，哗哗弄得遍体鳞伤，然后你这只小蚂蚁，你可以上来吃肉。但我觉得大象啊，大象那个块头那个肉啊，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吞下去。对吧？你们要吞多少年？你一只蚂蚁要吃一头大象，我不知道你们啊，
这个你们台湾人这小蚂蚁有没有这个能力，对吧？我不知道啊，也可能这个大象啊俩人打累了啊，后来哎一商量商量不打了，是吧？说回家了，吃晚饭去了，一脚把这只小蚂蚁踩死了，也挺好，也挺好。这台湾人呢，有时候你从台湾人的思维里边，你可以想象，他们一直意淫呢，自己是 number one 啊 ，number one。美国的南海声明啊，自也让美中矛盾的冲突引爆点，在台海或南海有了抉择，并使台海与南海之间的界限模糊了。美军在南海加大航行自由行动频率的同时，也加大了在台海地区附近的活动。南海啊，台海在美方眼中啊，只不过是一个优先次序的问题。像美军的各种侦察机，最近一段时间每天在西太地区空域活动，侦察的航线都是冲绳、关岛，先到啊台海附近，然后再到南海方向，周而复始，意态明显。我觉得你呀，知道他这么侦查，你也就明白了啊。美军来了，那、啊、美军的朋友解放军是不是也到了？所以台湾人你自己得有个逻辑，自己好好想想，美军在这个地区这么频繁的出现，是不是解放军也到了啊？好好想想，台湾人啊，好好想想啊。根据啊这个德国之声的报道啊，新加坡啊南洋理工大学拉诺勒南啊国际研究学院学者叫李明江分析，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原先是支持自由航行不选边站，但现在明确支持南海主权遭中国侵犯的国家，显示决策上的重大改变。他指出啊，美国既由南海争端对中国施压，损害中国形象，对美国而言呢，南海问题是便宜的政治工具，只赢不输。显然美国跟中国在南海的竞争好处啊多于损失。那我就非常想说啊，这个只赢不输是什么意思呢？啊，中国占了岛礁，什么越南啊菲律宾也占着岛礁啊，那意思让这些小家伙一起来打中国，然后美国在这儿渔翁得利，我们支持。但是前提得是什么呢？得是越南和菲律宾得上啊，这些小家伙得不到实惠他不上啊，他要不上，那美国他能得到实惠吗？他能赢吗？他能赢吗？哦，在国际上骂中国几句，说中国侵犯啊别的国家主权啊，这个就口头上，这不打口炮吗？中国有什么损失呢？岛不还是中国的吗？而且中国因为什么？因为你周边国家这个地区加强军事存在，我中国可以合理的加强军事存在在南海，是不是这道理？那你到底是这些国家受益了，还是中国受益了？我中国现在有合理的理由加强军事存在，赶紧建吧，是不是？黄岩岛我就填岛吧。那有人说了，美国要加进来，美国是要动武了哦。美国动武，那美国怎么能只赢不输呢？一旦动武，这个东西就不一定了。动武动起来就不一定谁输谁赢了，因为打起来以后，你可不知道未来的结果，是不是这道理？另外，我再告诉大家一点啊。像菲律宾也好，越南也好啊，他也不傻。你怎么知道菲律宾和越南不是借由这次美国挑起的这个南海冲突，想要敲诈美国一笔呢？哎，你给我一下，给我个飞机，给我军舰，免费的啊、哦，是不是？美国花钱啊、哦，想明白，想明白，这国际政治啊，不是你们台湾人这么异想天开的。人家越南人不傻啊，越南首都河内离中国多近呢？火箭炮都能打到，他敢跟中国开战吗？你想想，还为了美国人跟中国开战，越南只不过是想敲诈一笔中国的。你怎么知道中国和越南私底下没有谈好呢？你来骂我，你来跟我啊，跟我这个是吧？挑战南海，然后咱们一起来敲诈美国，到底谁在这里受益，谁在这儿事情上吃亏呢？如果你美国不给我越南好处，我越南为什么要改变这个现状呢？为什么我要在这个南海地区要跟中国翻脸呢？台湾人能想明白吗？我告诉你，国际政治不是你们这些小脑瓜想的啊！你们这帮 number one， 你们这两栖类动物，你们能想明白的？菲律宾，
菲律宾正好用这个机会拿着中国说事儿，敲诈你美国一笔。现在是你美国挑起来的啊，你美国想在南海挑事儿啊。其他国家看了，好了，我知道你想干嘛，那知道你想干嘛，我想干嘛，你不就知道我想干嘛了吗？啊，我想要钱，要军事装备，美国给不给？不给啊，不给谁给你卖命？给啊，给完了也不一定卖命，打不过，打不过不卖命，把这事儿拖着呗。所以南海这事儿到底最后啊，还得是美国上。那几个小家伙给了他枪，给了他炮，他也打不过中国，这就是很简单的道理。蚂蚁能打过大象吗？蚂蚁只是需要什么？你多给我一些好处。最后上的是这只大象，但是两个大象打起来，美国有绝对的胜利的把握吗？美国自己的军事报告已经都研判了，在南海、在台海、在中国的周边，美国没有胜算。美国自己都不想上，别的国家也没能力上，那怎么办？你美国想让我们上，给我们好处吧。最后是谁吃亏啊？谁把这个钱撒出去啊？不还是美国吗？我觉得这是一盘大棋呀，南海最后，南海最后没准把美国，这是一个无底洞，把美国直接就给套牢了，深陷这个泥潭啊。这个我告诉你，越南和菲律宾可不是傻瓜，你不给我好处给够了，我跟你是不是？我跟你这么玩，投资美国人投资过来，中国也不傻呀。是不是？哎呀，紧张了，紧张，那我就造枪造炮，是不是？部署我的飞机、炮弹、导弹上岛吧。以前上去你可以抗议，现在你还抗议吗？你不把地区紧张局势搞起来，那你往上运武器弹药，我不运吗？我不部署吗？到底对谁有好处？自己想一想。我觉得南海这个事儿啊，台湾人你们自己得想清楚。接着说啊，目前美国呀，系采取全方位方式部署亚太区域及东海、台海、南海，涵盖啊港台及印度范围，并整合军经啊科技网络和舆论、民法律等多管齐下，以发挥总体性威慑作用，且联合啊盟邦合作对中共采取围剿式高压手段，使其疲于奔命，左支右拙，日趋萎退，自意导使经济民生困窘，民怨迭生，产生内部压力，斗争变化。我现在看这个台湾人写这个这一句一句的，真是啊，有点读古书的意思啊，这都快文言文了。内忧外患不已啊，加速政权崩亡。向中共强推的港版国安法引发香港人及国际社会反共高潮，而中印边境冲突紧张局势持续，中印大军集结，印度集购先进武器，并切断抖音等平台，强硬对抗中共。美国航母、军舰、战机、侦察机又集结南海，针对中共动作频繁，加以英国航母也将现身亚太，美英日澳印等国已在中国大陆周边形成武力围堵中共的包围圈。从全球疫情水淹半个中国的洪灾、粮荒鼠疫、洪灾等接踵而至，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一触即发，乃至美中决裂等等。种切在，我天哪，这为什么叫种切呢？再已使习大大陷入决策疲劳状态，连面对洪灾都产生了逃避心态。不仅中国官媒报道少得可怜，习更未现身灾区视察，反让李克强出尽风头，连进水的皮鞋都成了亮点。美国之音报道啊，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叫夏明认为啊，中共前任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都在水灾中前往视察，而习近平啊，现今却还未露面，因为习正陷入执政困难期，
习和这代中国领导人缺乏管理已开发和复杂社会的精细能力，洪水面前无所作为，某种程度上也是瘫痪和恐惧的象征。那台湾认为这个洪水很大呀，但是你们真正谁去过这个啊？谁去过长江流域没有？长江每年都有洪水啊，大小洪水有的大有的小啊，怎么能水淹半个中国呢？长江流域是半个中国吗？还有黄河流域，还啊，是不是还有什么松花江流域？中国流域多了，还有东北地区，还有什么新疆、西藏啊、甘肃、青海那地方哪有什么洪水啊？常年缺水，中国很大啊，中国很大。我希望这个台湾人呢、还有海外的一些华人呢、他如果他脑子里边看着个新闻一发水，就认为整个中国都发水了。我觉得你们智商啊需要提高，另外你们这个怎么说呢？地理知识需要提高。习近平不去看这个洪水，就说哎呀，全中国淹了，习近平看都不看。我说你们这怎么得出来的？他是对中国来说是大事吗？这个事儿？就我们家现在这个地方，我们家这地方现在真的有点旱呢，有点旱啊，好多天不下雨。台湾人呢，还是作为一种蚂蚁啊，他看这个大象啊，看这个大象是不是？哎呀，有一块地方，哎呀，遭灾了，是不是？磨破了，说哎呀，你看大象马上死了。结果大象啊，起来一看，哎呀，就手皮啊，手指头刮破一块皮。对蚂蚁来说啊，你可刮破一块皮，这大象要死啊！是，你看那么血淋淋的，在蚂蚁看来，哎呀，是这么大一块伤，这大象马上要死啊。那你从大象的角度，从另一头大象，这个是吧？大象对大象，你看，哎呀，这不就是手指头磨破点皮吗？所以蚂蚁永远不知道这个大象啊，这伤到底严不严重，它不从一个总体形态来看。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啊，是不是？所以有时候你看这帮台湾人写这个文章，像不像一群什么？一群原始人类，啊，看一帮高科技文明，看什么都觉得新鲜，啊，发洪水了，中国要完了，中国有好多河流呢，长江每年都发洪水，傻了吧？啊，接着读啊，像最近中外媒体纷纷揭露啊，贵州省独山县前几年借了400亿人民币打造的景观，如今已经成为烂尾景区。虽然呢，涉事前县委书记叫潘志立已经落马，但后续追责仍在燃烧。有分析认为啊，这件事儿再被揭底，背后恐涉及高层权斗，而对象啊是被视为习近平接班人的陈敏尔，自使习大大下不了台啊，头痛万分。我觉得这个分析还是挺到位的啊，就是你一定要分析到中国的内部啊有斗争。那么互联网上这几个现在最新呢，老到独山县城啊采访，老到独山县城，对吧？啊，到那儿拿个键盘说我不是键盘侠，是不是？说这个说那个。你知道他是谁的人了啊？你也知道他的这个哎，政治上呢，对吧？倾向，他是谁的人，是不是？谁的人知道了吧？所以有时候在中国啊，这种政治上你得敏感。我觉得这句话说的是对的啊，政治斗争嘛，有人就有政治，有政治就一定有政治斗争啊。这种政治斗争习惯了，但是你啊，一定要知道谁和谁哎是一挂的。但是我觉得聪明人呢是不站队的。那你看看那些天天拿着键盘在那儿啊给大家讲的那位啊，马前卒，他是不是有可能已经站队了啊？我不知道他最后的结局如何，但我觉得这样人是没有政治头脑，站队了嘛，啊，就上了擂台了嘛。我说了啊，我之前讲了道家思想，不要站上擂台，站上擂台以后啊对你没好处，因为你的命运、你的国运、你的一切都是和你站队的那个人绑定了，那你未来，你的未来也就定了啊。接着讲啊，又如担任京畿重任的北京啊卫戍区司令啊也突然换人，
由前陆军第81集团军参谋长啊叫傅文华接任，57岁的叫王春宁中将则遭撤职，去向不明。王春宁长期在南京军区工作啊，曾任某集团军装备部部长、师长、集团军参谋长、副军长，资历完备。今年1月，王春宁才履新北京市委常委，突然落马，内情极不单纯。其父王永明中将才曾任南京军区副政委，内幕引外界猜测。不光军区这种位数、这种重要位置需要换人。我觉得最近这个新疆不也出现疫情了吗？这疫情所到之处就要换一批人。所以你看政治你看长了以后，你会发现非常有趣需要换人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来了疫情。需要防备外面对新疆不利的时候，也就来了疫情。我觉得能看懂的人，你们是政治上都成熟了。接着讲，按惯例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中南海高层活动将进入北戴河秘密会议阶段。每年的北戴河会议几乎都伴随着中共高层激烈内斗的消息与传闻，而政法系统所掀的内部清洗运动复使高层内斗升级。习大大七月初派亲信陈一新出任中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办公室主任，放话要刮骨疗毒，清除害群之马。在此前后，中共公安部高层多人被查处、免职或调职。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落马，副部长孟庆峰、副部级反恐专员刘跃进相继离职。重庆公安局局长邓辉林被查。另在今年四月，习大大又搞了一个平安中国建设协调小组，以维护习核心，主要成员皆是现任中共中央政法委、政法系统负责指导与协调审判、检查公安、国安以及司法行政机关，维护社会稳定，以打击渗透、颠覆、破坏、暴力、恐怖活动、民族分裂、宗教极端等活动为方旨，以展现稳定压倒一切的意志，负责统筹规划与制度建设，同时确保中央指示得以快速贯彻，更成习大大新的政治斗争工具。我觉得后面这个台湾人还是看的对内斗还是看得很明白对这个国际上的这个环境还有这个国际中美冲突他们还是认识的少就是蚂蚁看大象。但是内斗呢，他能明白为啥蚂蚁和蚂蚁也有内斗大象和大象也有内斗，虽然斗争方式不同，但是这个心态是一样的。所以你看台湾人分析中共的内斗他分析的应该是说白了有一定的经验。由前述不难可见习大大已处寝食难安的险境寝食难安的险境。我不知道你这个怎么得出来的说这个你既然说人家是政治斗争工具，把人家全部权力抓在手里，那怎么能寝食难安？权力不都在人手里的吗？无一人可相信连贴身的御林军都靠不住，不换人了吗？无怪有人说一旦南海兵败，台海亦然，政权也将分崩离析当是其来犹自也。天哪，这家伙读的我这个够呛真的，我读他们这个台湾这个文章有时候真的，而且还是繁体字我觉得挺累。但大概意思你也听懂了那意思只要南海开打只要打败台海他们就能什么就能胜了。只要南海打败，美国把南海打败解放军台海自然中国就崩溃，台海就和平了，台湾就能独立了。我最后告诉台湾人一句你想多了，你们想多了。南海一旦失败
大陆啊，解放军呢一定会在台海找补回来，而美国也愿意放弃台海，交换南海，因为南海是控制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关键要道，而你这个台海啊，你不是关键，解放军就算控制了台湾，哎，也不会影响到什么太平洋与印度洋的交往，而中国如果控制了南海，那你这个台海对美国也没什么作用，明白吧？你台湾得理解这个道理，到底是印度洋和和太平洋这个中间这个南海更重要，还是台海更重要？你台湾得有自己的理解啊，千万别失误。如果中国和美国在南海动手，台海一定也一起动手。所以那时候就看你们能力了啊，能力。我觉得离咱们统一啊，时间越来越近了。